可能是这里。现在不知道，它是捡什么？水桶。新竹豪雨成灾，夫人落水，警消急搜救。新竹昨天一早被暴雨袭击，竹北一名65岁吴姓妇人为了捡水桶失足坠落排水沟，家属报警只能焦急在水沟旁等候搜救。暴涨的时候是？对，超过是在这里淹过这个淹过这个地方。对，他跟附近邻居聊天聊一聊，就突然想到说要去捡那个浇水的桶子，说会被水冲走，然后我就叫他不要去，他就不停啊，硬要走，然后我就在旁边看说，我看到他把桶子拿起来了，我想说他等下就进来，去旁边做事，之后他就没有进来了。都有收过三遍了吧？啊，大牌的部分可能两艘再下去再做这个大牌的部分的时候，好。搜救人员在大牌水沟沿河岸搜寻，并在下游架起绳索抢救。突发中心新竹报道。